世界杯第一轮，突尼斯1-2不敌英格兰。北京时间2018年6月19日20:00，世界杯G 组第一轮，突尼斯迎战英格兰。最终，英格兰2-1战胜突尼斯，凯恩为本队建功，萨西为本队挽回颜面。此役突尼斯使用了4-3-3的阵型，首发门将是哈桑、萨西、斯奇里和巴德里组成的中场需要为锋线提供有力支持，布隆和 F 本尤素夫出现在右路引人关注。另一方面，英格兰排出的阵型是3-5-2，守门员位置上是皮克福德。裁判起哨，全场比赛开始。第11分钟，通过全队的配合和凯恩完美的个人能力，英格兰率先取得进球。0-1，突尼斯后场断球，一个大脚开到了前场。沃克频繁的犯规，连裁判都看不过去了，主裁出示黄牌予以警告。第35分钟，英格兰在禁区内犯规，萨西走上点球点，劲射破门。1-1。第45分钟，裁判吹响了半场结束的哨声。第68分钟，斯特林被拉什福德换下。第74分钟，本阿伊莫尔替换斯利蒂上场，突尼斯做新的努力。此后，英格兰做出人员调整，即刻顶替阿里上场。第85分钟，哈兹里下场，顶替他上场的是哈利法。第90分钟，林加德被戴尔换下。第90分钟，凯恩摆脱防守，为英格兰在下一城。1-2，精彩的90分钟很快结束，比分定格。本场比赛突尼斯全场被动，以 43% 的控球率处于下风。任意球方面，突尼斯有10个任意球，而英格兰则有16个。犯规方面，突尼斯有14次犯规，英格兰有7次犯规。最终，全场战罢，突尼斯1-2负于英格兰，未能取分。